若有许兮，不能灭除。如教世人一心诵我佛顶光明摩诃萨埵多波那拉无上神咒。若有许兮，假设呀，这个众生由他余生的习气，余世啊，就是前生啊，这种啊习惯啊，这种性情不去。习惯呢，就是在前生啊，或者啊，他也有这个不好的习惯，不能灭除。他这种习气呀，不能灭除。如教世人呢，你呀要教这个人，一心诵我佛顶光明，叫他一心呢，这个重要就在这个一心，你不要有两个心，你不要一个心念这个咒，一个心又，哎，这个咒有什么用呢？啊，我也不懂啊，这个咒都。不知那么什么东西呢？啊，这自己呀，一边念这个咒，一边那么一边呢，不想那么，一边不想那么，一边又那么，啊，这就是一边信一边又不信，啊，里边呢一个人啊，弄出来两个心，一个心呢就说啊，这回者是有点功效。一个心就说："哎，这我都不懂，这个念着干什么？"我就怕这样，这要一心诵我，一心呢就没有两个心。佛顶光明，我这个佛顶光明，摩诃萨埵多波那拉无上神咒。这摩诃呀，就是大；萨埵多波那拉就是白伞盖。这个大白伞盖，你一念这个撒旦多波达拉，这虚空里头啊，在这个地方就有个大白伞盖。这个伞盖呀，看你的功夫，你的功夫要大要高，你一念这个伞能盖呀，甚至于几千里地以内呀，这个人呢都无灾无难。你的功夫要小。那么，在你这个自己的头上也保护着你自己。你要是有道德啊，是一个大德高僧，你这一念呢，甚至于对整个国家都得到好处了，都没有什么灾难了。就有灾难也，大的灾难就化小了，小的灾难就化没有了，啊。咱们这讲这个楞严法会呀，啊，还有这么多人修习呀，这佛的密法啊，我相信整个美国都得到好处，不过他不知道而已。咱们现在对于他们救他们的生命，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活了，怎么没有死，他不知道的，无形中把他们生命都给救活了。哦，他不知道是谁救的我，那么俺们也不想叫他知道是谁救的。你看，所以这个就是啊，也没有一个施者，也没有个受者，三轮体空。俺们救人也不需要叫这个人来啊，thank you very much 啊，不需要这么样子。哎，这就是啊，这个妙处啊。翻译。四世如来无见顶相，无为心佛，从顶发挥做宝莲花所说神咒。这个楞严咒啊，这是如来的无见顶相，一般凡夫肉眼呢所看不见的。
这是无为心佛在这个释迦牟尼佛顶放十道白宝而是世尊从肉髻中，从那世尊头上有个肉髻，从肉髻中用百宝光，光中用出千叶宝莲啊，有化乳来做宝花种啊，顶放十道百宝光明，一光明皆变视线，十恒河沙金刚秘技，青山赤楚变虚空界，大众仰观为爱见报求法，有一心听佛见景象，放光如来选说神咒啊，我念得很熟吧，不会忘记的。不见顶相无为心佛从顶发挥，从那头顶发出一种光辉，坐到宝莲花上啊，所说神咒，所说的这个神咒啊，你不要，现在你们能遇到这个神咒啊啊，这都是啊在前生啊有大善根的才能遇到，不见你遇着你也学不会的，遇着你也背不出来的，所以我这回啊以这个楞严咒啊做一个正的题目来考试的，这个上次考试考上两个，那么本来呀、前天应该考，我看看呢，哎，这些个人呢懒得也不得了，也没有读能没有背得出，哎，索性呢取消这个考试，在前天的考试，不过要等着16号一起考的，谁考上就及格，考不上就不及格的，这是我不是讲笑话，这是真的，你谁给不能改变的都要特别注意。切若许是与摩登切历劫因缘恩爱习气，非是一生即遇一劫，我亦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。切如许是，他说恶难你呀、在前生与摩登切和这个摩登切女呀、你两个人呢历劫姻缘了，这个姻缘是很久的了，他说做夫妇已经做过500世，所以恩爱习气这些两个人呢啊，恩爱相处这种习气啊深的，非是一生的，不是一生一世的啊，基于一劫也不是啊一劫的事情，很长远的，虽然很长远，但是我亦宣扬啊，我亦说这个楞严咒爱心永脱，这个摩登切女啊爱心呢和这个爱心就脱离开成阿罗汉啊，那么开悟就证了三阿罗汉，那么以后玄说这个圆通的时候接着就得到四果，得到四果阿罗汉，所以呀、他这是很快的就证了四果。你恶难呢现在还在一果上，还没有进步。鼻上淫女无心修行，神力明知速证无效，云何汝等再会声闻，求最上乘决定成佛，譬如以尘扬于顺风，有何艰险？比上淫女啊，这是啊，这个摩登切女，她尚且是个淫，是个淫女，是个妓女，卖淫的女人。
无心修行，他本来呀没有心修行的。可是虽然没有修行啊，神力明知啊，这种神咒的力量啊，明就默默中，谁也不知道呢，啊，就是很秘密的，就是帮助他，支助他。这个神咒啊，必在秘密中啊，也帮助他啊，速证无效，他呀、很快的就得到四果阿罗汉。云何汝等？为什么你这一般的再会声闻，在这个法会里头啊，这些声闻求最上乘啊，求啊这个最上的佛乘，决定成佛，决定啊是成佛的。譬如以尘，这有一种比方什么呢？以尘扬于顺风，顺风啊把这个尘一扬啊，这个尘一定就会跟着这个风刮走了，有何艰险？又有什么艰难呢？又有什么危险呢？是没有的。